欢迎回来玩球赢了。接下来欢迎这位呢，是好久不见，但是他现在换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哦。欢迎玄子带来的歌曲是《心跳》。的是新专辑叫做《逆风的蔷薇》，刚刚是测心跳了，对的作品哦，好，叫做《心跳》。其实这一张专辑跟以前的歌都不一样，因为很多摇滚，然后也有电音，以前大多数就是抒情歌，所以就是这一次就是特意想要给大家展示，就是比较活泼的我哦，不止活泼，而且还火辣啊，谢谢，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哎，他那种 MV 的那种感觉呈现出来的这一张专辑。主要要传达就是新的弦指，新的弦指，没关系，我们也常常这样子，你可以再讲一次。新的弦指就是比以前要更加的懂得表达自己。那除了大家看到抒情的弦指以外，弦指还是比较倔强的，比较爱摇滚，从来就爱摇滚。那这一次就是把摇滚带出来。这次发行的全新专辑叫做《逆风的蔷薇》，对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弦指哦，大家刚刚就可以看到了，还有最近大家转机应该都会看到心里有数。然后有没有什么活动要跟大家说啊？最近会12月10号会在德沃举行，就是弦指第一次在台湾的演唱会。12月10号岂不是明天吗？啊，是明天，是明天。Tomorrow, 对，明天什么时候？明天晚上8点半在 The Wall。哦，在 The Wall 会有一个你的音乐会是吗？嗯，对的。哎，第一次。对，公开的售票表演。会演唱多久？大概14首歌这样吧。14首歌，嗯， okay、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会加油。也是会跳舞吗？会跳舞，会带背。所以那天会穿得很火辣吗？嗯，去了就知道。去了就知道，有没有？ Yeah. 去了就知道。所以详情可以去哪里查询呢？如果想要查询更多弦指还有以及活动的相关详情，哪里？博客来。哦，好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弦指相关的消息，还有音乐会的话，可以上博客来查询、哦。是的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弦指，谢谢，祝你音乐会成功，专辑大卖。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拜。